联合国大会1948年12月10日第217 AIII 号决议通过并颁布。1948年12月10日，联合国大会通过并颁布《世界人权宣言》。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宣言颁布后，大会要求所有会员国广为宣传，并且不分国家或领土的政治地位，主要在各级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加以传播、展示、阅读和阐述。宣言全文如下：序言。